감사합니다. 萧家子弟想要晋级，本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萧家有没有应战的？爹，让我试一下吧。送你的水，懂什么乱？您让我试一下吧。这个时候你就别，你听见没有？ 也许打不过，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，萧家按比赛流程打完了全场，不会轻易认输。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弟子萧炎应战，你让我上去吧，可不是吗？他好久没有练过功了。
学院排名赛，只要打进前十五名的子弟，均可获得进入迦南学院学习的资格。下一场，萧炎对纳兰嫣然。族长，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内院弟子，据说已经晋升为斗者，斗气星级最高。哎，这不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？族长，这纳兰杰一定是在搞鬼呀！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，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嘛！你打不赢他。纳兰嫣然，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，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。这是我跟萧炎的事，这一场该我跟萧炎打。规则上说了，进了前十五名就可以进迦南学院。我也姓萧，我也想进迦南学院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啊？装好人了，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。嫣然，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萧炎哥哥，萧老雪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萧炎，来来，少爷。大笨蛋，你替我扛什么？没事的，萱儿，我要疗伤，你帮我护法。嗯。下一场，云岚宗云振对萧家萧可。场排名赛开始，云岚宗云振对阵萧家子弟。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哎，萧炎，这么重的伤，通过自我疗伤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而且斗之气还这么高。云振是我云岚宗的五星斗者，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之气只有三段的小子。此次结果，我判有误。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。安静！大家安静！
你的斗气突增，绝非常态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私底下用了什么禁药了？测他的斗气，就知道了。测他的斗气。测斗气。测斗气。